位是李朗怡和大家看天气。天文台已经发出了三号强风信号。今天上午还有些阳光，但是下午开始就乌云密布了。看看卫星云图，和台风纳沙相关的广阔的云层正是影响南海北部。下午五点，纳沙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南大约540公里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，横过南海北部，大致移向海南岛至广东西部一带。天文台錄得氣温介乎26.2至31.3度，相對濕度在58%至83%之間，吹和緩至清勁東北風，離岸海域及高地間中吹強風。而家係31度，相對濕度61%。天文台錄得微量雨量記錄，三號強風信號現正生效㗎。跟住睇下天氣先生嘅預測。预测吹强风程度东北风，离岸海域及高地间中吹烈风，海面会有高达4米的大浪，密云有狂风骤雨。听日渐转吹东至东南风，雨势有时颇大，气温介乎24至27度。展望随后几日风势仍然都几大，周末期间雨势会逐渐减弱噶。预测空气污染水平系中等至偏高，预测听日最高紫外线指数系3，强度属于中等。跟住睇下世界各大城市的天气。北京天晴，上海、厦门和广州有雨，成都多云。澳门和台北骤雨，首尔有雨，东京多云，马尼拉雷暴。胡志明市曼谷和新加坡雷暴，吉隆坡天晴，孟买多云。雅加达和悉尼有雨，墨尔本骤雨，布里斯班雷暴，奥克兰多云。洛杉矶、三藩市和温哥华天晴，纽约多云，多伦多骤雨。伦敦、巴黎和苏黎世天晴，法兰克福和阿姆斯特丹多云。天气报告完了，拜拜。